10月3日，广西北海，据木屏融媒消息，一女子称自己在店外被热情拉客，自己不想点海鲜，店员表示不想给她点菜。我不想吃那个海鲜，她就嫌我，她嫌我穷，她不想给我点菜了，走了走了，居然还嫌贫爱富。我说我只是炒菜，她说炒菜炒回锅肉38元一份，然后炒白菜18元一份，我说可以，带我进去。我进去之后，她就给我看238的什么菜，然后40元一斤的什么，我说太贵了。她说嗯，那我也不想给你点菜了，自从我不吃海鲜就不想给我点了。我从四川大老远的过来，我真的是太无语了。